我是 K， 是这间素食咖啡的店主，近年都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旅行，发现当地的素食餐厅的菜式都很多元化，而且很有水准的，所以将自己的西餐厅转型做一间素食咖啡。这里的菜式以西日式为主，日式零食就有赞岐乌冬、炸紫薯饼、高野豆腐和绿茶卷饼等等。另外我们都有用 Impossible Meat 做 burger 和意粉的， burger 就用无蛋奶做的素包去整，我们又用了较健康的番薯条代替薯条，肠通粉都是纯素的，加上 Impossible Meat 的免治肉和番茄煮的。另外我们都将 Omni Pork 拆成肉饼，做一个吉列猪扒，去做日式咖喱的吉列猪扒饭。甜品呢都是用素包做的，加了蜂糖、无花果和紫薯粉等等去做装饰。